半夜我们微信的时候找你的时候，你都会在。有的时候你就在练习，然后还给我看了你的舞蹈视频，还有给我听了你的 solo 曲 demo，从你写词啊什么的，你都会一直跟我讨论。我觉得你太拼了，宝贝，进步好大呀！好，今天不知道你会不会表演这些歌，还有你给娜娜子的小甜歌，我听了都很感动的想哭哎，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唱，还是说我现在是剧透了？好啊，不管了，加油吧，宝贝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哦。等我收工了，我回看你的生日会。